政治消息要来看到，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出席彰化立委参选吴怡宁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吴怡宁强调啊，其实从小受到家人的影响，更能体会农民的辛苦。而赖清德除了替小鸡拉台声势，同时炮轰马文君的潜舰案，也不忘开酸民众党竟然打算将徐春英列入不分区立委。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在民众簇拥下出席彰化立委参选人吴怡宁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劈头就坦言这场选战对吴怡宁来说很不容易。吴怡宁这场的选举非常非常艰难，现任的立委，伊的老母嘛是立委，伊的阿公嘛是立委，小弟个做。吴怡宁接受民进党征召出战彰化第三选区，对上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立委谢依凤。竞总成立爸爸吴胜也站台力挺，强调吴怡宁从小受到阿嬷影响，和农民站在同一阵线。一组细汉用心对农民、对劳动者非常的尊重，因为看到所有的农民看到的时候，拢会想到。阿嬷，咱这个中华的西南角，是咱台湾上重要的农渔畜产的基地，会使更加好，更加有发展。强调要翻转彰化，赖清德再提马文君潜舰案，也不忘开酸徐春英事件。国民党对这款的立委，不只是无偏见，而且全党阁挺伊一个人，民众党。要提名不分区的立委，但是呢，伊一定要经这个人，让咱想袂晓。赖清德左批马文君，右轰徐春英，大打国安牌，替自家小鸡拉台声势，也为总统选情冲刺。记者王玉北、赖文良、刘建宜 SNG 小组彰化报道。